好棒哦，答对了。雨伞在哪里呢？答对了，进行下一题吧。蝴蝶在哪里呢？答对喽。茄子在哪里呢？茄子。真可惜，答错喽。不是这个答案哦，不对哟、哦，这是糖果。茄子。蚂蚁在哪里呢？嗯？蚂蚁。茄子是哪一个？答对了。果汁在哪里呢？答对了。进行下一题吧。台灯在哪里呢？台灯在哪里呢？台灯走出来。嗯，你要这样，在哪里呢？这样才不会那么暗。台灯走出来啦！他要拜拜了。嗯，台灯在哪里？台。你可以说啊，拜拜了。再见。这里儿童这个儿童餐，好棒哦，答对了。斑马在哪里呢？斑马在耶、yeah! 我按到了。瓢虫在哪里呢？瓢虫来比赛，看谁先按到。在哪里呢？怎么连接？答对了。等一下，我看。帆船在哪里呢？帆船。你不可以用我的手了。电话在哪里呢？耶！对喽。柠檬在哪里呢？柠檬。我要赢的。西瓜在哪里呢？西瓜。耶！来，进行下一题吧。章鱼在哪里呢？这在做什么呢？章鱼在柠檬下面。在哪里呢？你带皮要抓住人家的手。蜡笔在哪里？蜡笔。蔬菜在哪里？蔬菜。我按的。不是，是我按的。哪里呢？眼镜。好棒哦，答对了。乳牛。哪里呢？耶！下一题吧。果汁在哪里？答对了。西瓜。你干嘛、啊？你把桌子推到地上。他说什么？不知道了。你干嘛？真可惜，答错喽。不是这个答案哦。
还有，这是蜡笔。足球在哪里呢？在哪里？